不用，谢谢。好了，来喽。啊！三体，一拉三线，拉筋，跟着拉一下杠，哇，舒服。保持运动，身体很重要。哇，舒服。喝个水。What? What?
就是这样子做，一个星期一天，哈哈，三组，简单轻松。但是刚刚几十秒钟里面就不可以轻松，一定要有想死的感觉。刚刚手的力量比较小，不行。之前我大概可以做这样子伏地挺身，就是10多到20下，就是一直就比较有力。因为最近锻炼的时间比较少，肌肉变少，刚刚只可以做5下后。但是因为我要求就一定要比较 power， 比较猛烈的。如果其实慢慢做可以，但是没有意思啊。我如果刚刚慢慢做可以做20、30也可以，但是这是很累的，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我要因为要 quality， 就是要很短的时间，要做很猛。很喘的，就是反正我因为我练这个10多年了，我觉得这样子最有效，因为不用很多时间了，一个星期就一天，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到，对，差不多半个小时，首先暖一下身，然后就这样子做三组。之前我在网络上学的时候，他们说要做4到5组，后来我发现3组已经够。如果做4组还是5组，就是那些啊 professional 职业的运动员啊，职业。对，职业，走音，然后休息5分钟，再做第二组。之前啊，断食3天，效果很不错。然后每一天的早上之后，断食之后每一天早上上厕所都非常好，哦，15分钟就搞定。然后大概，已经过了有差不多2个月，就现在上厕所又没有之前那么好。但是已经比断食之前有变好，所以希望有机会再断食2天还是3天，因为现在都是一天吃一餐，我就觉得已经不错，又慢慢习惯。其实一天吃一餐真的非常好，这里负担会少一点，不用整天一直在吃。我想从前的我跟太太，哇，有一眨眼，一睁开眼睛就在吃，吃到晚上，哦，其实都会很辛苦，身体里面的。好。Yeah.
今天起坐真的比较赏识，但是很辛苦。这就是不同的人会选不同的运动，反正有的有在动就这样，已经很好了。我今天早上还练了这个平甩功呢，因为有些人就不喜欢很猛烈的，但是我就比较喜欢，因为时间短了。如果你让我去跑步15分钟我都不行，反而这样子做几十秒我可以，因为跑步对我来说很慢很慢，然后要很有这个恒心啊，因为要的时间比较多，尤其是不可以在家里面跑，如果你家里很大有这个跑步机也可以，但是一般我们都会在外面跑步，比如说今天下雨跑步就比较困难。我今天早上坐公车的时候还看见有一位先生撑一把伞子去跑步。好有趣，我猜他应该是香港人。我发现很多台湾人都不撑雨伞，一点点下雨没有很大的话，他们都不撑伞。反正我们就比较喜欢带雨伞。几分钟。13分钟，对，就是很赏识。还有一组，然后收操拉筋就完成了，很方便。常常跟朋友聊天，他们都说身体很重要，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，对，我们都知道身体很重要，然后就要做要锻炼了，你知道身体重要还不去锻炼。然后有些朋友说啊，某某某啊，几多岁已经有什么很重的病，我说是啊，身体是自己的，我小时候常常进医院，我就看很多人很辛苦的人，所以我就知道有能力的话尽量做好自己，然后就尽量跟身边的人告诉他们，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管好。之前真的吃东西吃太多，其实吃很多东西对身体真的负担会很重，那个胃啊肚子啊。我的牙齿之前都因为吃的太多发炎，然后后来断食三天就自己好起来，身体真的好有趣，他自己会好，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信心，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。哎，你的皮肤已经好起来了吗？还没。OK， 没事啊。可能你最近吃糖比较多，还是那个防温的那个敏感，10秒钟。
我。坚决完成收操，坚持锻炼心跟肺，尤其是心的肌肉会更强壮，因为它一定要很多血液。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用这个，他们说就是这个是 body weight， 就是用自己身体的重量去练习的人，因为有些人比较喜欢这样子，我就没有很喜欢。然后因为举重的话要到 gym room 就是很花时间。那我猜那个举重啊，这东西都会上瘾。有些人会越举越重，应该会上瘾，都会让你很开心的感觉。我跟我太太就是运动上瘾，我们喜欢打羽球，打羽球的感觉好开心。从前在香港一个星期打三天，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打五天，嘿，起码跟你现在一个星期打一天，就跟吃东西一样，一天吃一餐你就会很真实，我觉得哇，要好好的品尝一下。常常听见人他们说，哎，今天吃什么，烦死了。哎，现代人真的很幸运哦。从前的人都是在想，哎，没有东西吃。现在的人就是给你很多的食物，还要烦吃什么，有的吃已经很好了。收操大概用五分钟就好。现在晚上10点睡觉，第二天就6点起床，有时候会5点醒过来，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不行，因为我然后只是都是因为很开心，就觉得哇5点，哎。好开心啊，醒过来。之前我
更早啊，更早，4点钟4点多就起床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喝咖啡，后来发现我喝咖啡不行，对我来说不行，因为我喝咖啡我的心会跳很快，所以我就不喝咖啡就要睡多一点点，就5点半到6点钟就这个时间就会起床。他们说喝咖啡会上瘾，哎，还好我跟我太太都没有上瘾。他们说喝咖啡对身体好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喝了之后，我觉得感觉不好。一开始是感觉很好，觉得哎，好像喝了一点点咖啡，人会变轻松。变开心，后来会习惯了。想想我什么东西都一样了，习惯之后就没感觉，要喝更多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在公车上认识的朋友，啊，泰啊，好有趣的一个小伙子，他好喜欢喝咖啡，然后他爸爸妈妈不给他喝咖啡，他离家出走。把他爸爸妈妈杀到要死了，然后他告诉我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小伙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做，你爸爸妈妈多担心你，多爱你，你这样子不行啊。”很久没有看见他，因为从前我坐公车，因为我从前起床的时间比较晚，大概7点多。所以就坐比较，我好像8点钟来一班公车，现在6点钟起床，要坐早一个小时，我喜欢早一点工作，然后可以时间比较多，很轻松就完成我要做的东西，就是谢谢老天爷给一口饭给我吃，感谢老天爷。不知道是不是前一生做了什么好事情。哦，差不多，一定要收操，要。如果不收操的话，收操对吧？收操，如果不收操了，肌肉会绷紧了，影响睡觉的品质。啊，舒服，拉筋。他们说拉筋会让什么拉筋？常常拉筋的人啊，生命比较长啊。我不知道。长不长，生命最重要是开心。如果不开心的话，给你1000岁都没有用。好，拜拜了。身体健康，世界和平。25分钟。